不要辣的啊！哎，俩人给你煮俩大碗。俩人给10块钱。俩人多少钱啊？俩人24，给我10块行不行？不是10块钱一碗的，都是大碗的啊、哦！就给我10块钱。出来打工你太不容易了。刚才问我说10块钱用一碗面，想贵，我说总共给我10块钱就完事了。就给我10块钱就行。嗯，行吗？嗯，谢谢了。嗯，没事，就10块啊。哎，好了，我要走了啊。我刚开始出来打工到工地，那住那工棚子，遭罪真的。打工那时候太遭罪了，劳动人民最光荣啊，向劳动人民致敬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这必须得给善良的老板点个赞。往自己睡觉，哎。玩累了，然后正在吃饭，又顺口说一句哄自己睡觉吧，然后他就哄自己睡着了。那是哄自己吗？孩子明明在说我不睡意，只是然后就给自己摇迷糊了。喂，完了，BBQ 了，完了，上演了一出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这么没担当的男人，姑娘真的好好谢谢警察叔叔，让你早日认清他的真面目。发生的有点突然，你关心的那辆车煤气罐开始就美女的冲转，然后把那个煤气罐拿出来，非常感谢他。啥叫女中豪杰？3步并作2步，直奔煤气罐而来，真是值得大伙点个赞。